细铝酸钙的化学式为 KL2C2O8，它是一种带有钙阳离子的铝系酸盐化合物，最常见的是长石。钙长石和矿物中鞋长石系列的最后一个成员，含有细铝酸钙的矿物质的一些例子是：一、钙长石 KL2C2O8；二、钠长石 NaLC3O8；三、寡长石 KALC3O8；四、山泥丁 KALC3O8；五、正常石 KALC3O8；六、微斜长石 KALC3O8；七、斜长石 KL2C2O8。细铝酸钙与长石的关系是细铝酸钙是长石的一种。具体而言，细铝酸钙是具有钙阳离子的细铝酸盐化合物，最常见的化学式为 KL2C2O8。在矿物中，它以长石、钙长石的形式被发现，是斜长石系列的最后一个成员。斜长石系列的最后一个成员是钙长石，其化学式为 KL2C2O8，是一种钙铝系酸盐矿物。以长石形式存在于许多火成盐和变质盐中。细铝酸钙在长石和其他铝系酸盐矿物形成中的作用在于，它是长石和其他铝系酸盐矿物形成的关键成分。细铝酸钙是具有钙阳离子的细铝酸盐化合物，最常见的化学式为 KL2C2O8。在矿物中，它以长石、钙长石的形式被发现，是斜长石系列的最后一个成员。